你的压力怎么好像有点大？我在我们家南区啊，我得往后退一下，因为我们家野区应该是没了。绝对不能倒下，好，补刀，补刀有点拉胯，他回家了应该是，家了应该是，主要我怕剑圣啊，我的眼给到了这个地方，所以我没有眼防守这个剑圣了。走。保持警惕。先等处理完这波兵，现在跟他打。兵线太多了，我推线推不过他。得买个小日炎，要不然线有点推不进去呢。那我知道我这把该怎么出装了。黎明就在眼前，买个这个推线配合这个 W。 我想出神分的，因为这个技能还是比较好刷神分的。我怎么带的是气定神闲？我的凯旋呢？啊？怎么我带的不是凯旋啊？我以为我带的是凯旋啊！哎，我说怎么不回血？哎呦，坏我的大师！守在前线。
他俩不会换线了吧？啊，这波补刀漏了十几刀，本来补刀非常接近的，这波直接漏完了，被防御塔给吃完了。我是太阳的抉择。刀妹挺会 Q 的，还行吧。偷偷小兵驱逐器，我的炮车是吧？真该死呀，你小子！我绝对不能倒下。那我没有兵线吃了呀，你这让我很难办啊！我没有兵线吃了。我就中路吃他的烂线啊，这哪有几个兵啊，没有兵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会有操作空间的。龙王死了，意料之中。我会保护你。炮车漏了，在我的意料之外。他有踢的，吃完线得走了。怎么他又能游走呀？啊！真下头呀，龙王！他是不要兵线游走的，还是推完线游走的？黑死我了，这是！好勾。黎明就在眼前，卡大丁怎么办？
剑圣有点小猛呀，差点把我砍死了。反甲不假邪魔，我要出神分呐、啊，神分，神分自然之力应该是。圣也来了。坏了，死了呀！破败刀妹伤害可是很高的。为什么这么难打呢？因为对面这个卡萨丁一直在动啊，老是多个人呢。击破他们的防线，搞得我们真的很难办。追不上了，现在。剑圣皮肤开一开大，还真的有点看不清呢。得控龙了，得控龙了。啊，我发育有点差，虽然我四杠四，刀妹三四杠六，她两件套了。绝对不能倒下！
啊！保护男枪啊！保护男枪！只要我在看男枪能不能杀掉他，男枪能杀掉他，我就不教这个技能了。这个闪现晕这卡，臭卡萨丁啊！欺负我没有魔抗，真该死呀、啊，你小子！享受太阳的荣耀。打团还是猛的，我打团往前面一站，谁来控谁。不上大师不下播，什么？你在说我吗？我怎么可能？我慢慢上呀。我都说了，上分奖就一个这个什么来着？这个劳逸结合。我上分来说的话，状态好就多打一会儿，状态不好就少打一会儿。我怎么可能一直熬呀？我是说上分来说的，哇，一直熬大概率的话，就大火的情况也会是这样，因为你打久了，你的脑子不清醒了，你就很难玩。你大火玩的久，应该就知道它这个手感什么的都会下降的。我说我自个儿，你让我加，我就说一下原因。我是太阳的抉择。你出兵权多好，我要跟着刀妹单挑啊！出兵权他妈没伤害啊，但估计没有单挑的机会了。我都找他去，找他去，他应该也不打团的。来我这里生活，拉扯着打。啊！你干嘛呀？我一个一阶神分，我操，一刀给他干掉了的，头被 K 了。
绝对不能倒下。假装要定他 ，A 塔。可惜。接大锤子勾大，接大不就秒了卡萨丁吗？我寻思他勾大了，我 EQ 啊应该也能杀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他放出技能了。我是太阳的抉择。卡他丁没蓝了，想 W 戳我，别让他戳 ，E A W Q， 呼呼，没蓝喽。小丑一只这个卡萨丁啊。真的小丑一只啊。哎。